빠르게 지나간 것 같아가지고 너무 아쉽고요. 首先，我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哦，我觉得有点可惜。사실 소통이 더잘 됐으면은 더 재밌었으면 괜찮았나요? 如果说我们可以再沟通更多的话，会更好。大家觉得还可以吗？그리고짱이뒤에서서서계속봐주시는팬분들도있어요然后还有最后面那边一直站着看着我们的粉丝也在，对不对？네너무감사드리고그리고오랜만에우리대만팬여러분들봐서진짜너무너무행복했고요真的很谢谢后方的各位，然后呢，隔了这么久能够看到台湾的粉丝们，真的非常的谢谢你们。항상잊지않고이렇게응원해주셔서너무감사합니다谢谢你们都没有忘记我们，然后一直为我们加油应援我们，谢谢你们。네사실제가어젯밤에꿈을꿨는데其实昨天晚上我有做个梦，무대를올라갔는데팬분들이저희가노래를하는데다주무시는거예요我们在舞台上唱歌，可是粉丝们的各位好像都在睡觉。그래서그게너무속상해서진짜중간에내려왔거든요진짜因为我对于这样子的状况感到太伤心了，所以还一度从舞台上下来。방금졸고있던팬분들뜨끔하셨어요刚才看到好像有想要打瞌睡的粉丝，我心里就惊了一下。아니그만큼제가너무오랜만에네오는대만팬미팅이어서굉장히저도모르게걱정을했었나봐요那对我来说，可能也是因为真的太久没见到我们台湾的粉丝，隔了很久才举办台湾的粉丝见面会，所以呢，我就会有一点担心。네근데이렇게또마지막까지같이즐겨주셔서너무감사드립니다但是呢，大家就跟我们一起享受到最后，真的很谢谢你们。네끝까지더재밌게즐겨주셨으면좋겠습니다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享受到最后愉快的玩到最后。그리고초봉으로왔지만저희에이핑크멤버들도우리대만팬여러분들많이보고싶어한다고전해주고싶어요然后虽然我们是以秋风的身份来的，但是呢，我还是要代替我们 A Pink 的成员转达，他们真的很想你们。希望今年有机会你们全体再来台湾跟大家见面，好不好？明年，对，今年快结束了，明年啦 ，See you next year， OK？ 那呢，当然了，刚才提到过明年这个关键字，就要问一下这个两位喽。明年2023年有一些什么样工作上的新计划或是安排吗？아무래도우리팬여러분들이가장기다리고있는에이핑크컴백열심히하고있습니다老实说，我们粉丝们最期待的当然就是我们 A Pink 的 comeback 回归，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很用心的准备。조금만기다려주세요请你们再等我们一下。기획하고계신가요지금전항상기획하고哎，是有在计划吗？普美说，我一直都有计划，一直都在计划。그럼요진짜로우리기억하고있잖아요네기대하겠습니다네然后实际上也是有计划的嘛苏荣说我会期待的네2023년에도우리팬분들과함께할수있는시간이진짜많았으면좋겠고코로나로인해서저희가못본시간이너무많았기때문에그두배로좀같이만나서즐길수있는시간이많았으면좋겠습니다那2023年的话，我希望能够跟我们的潘达们有更多的时间相处，因为其实透过疫情的关系，我们真的能够相聚在一起的时间很少。那希望从明年开始，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甚至是两倍的时间，都能够跟我们的潘达们一起来度过。加倍的提高见面的次数，把过去的这个两三年给补回来。期待，那接下来我们就麻烦这个女孩们，我们站起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期待的舞台，那我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测一下我们的椅子。对，接下来
歌舞台好像还没看到，对不对？哎，很酷很炫。我们请这个秋萌跟大家分享一下即将呈现在大家面前这个最后。